喽，大家好，我叫王晶，我不是导演，我是快男，跌点空就先来吃点饭。然后呢，刚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一位特别熟悉的身影，他就是火星哥。我有采访恐惧症，对，然后我对着镜头不会讲话，就会说不出话来。华晨宇，倔强的奔跑。华晨宇，地球人一直都在等着你。另外，当火星人上周在地球爆发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首先是我非常喜欢华晨宇，非常喜欢。而在火星弟弟眼里，如此欣赏他的李宇春老师却是这样的。对他的印象，我觉得他很潮。可开心了，可开心了，耶！做对于拍摄平面广告，男生们还是相当兴奋的，这也让他们开始联想自己最适合代言什么品牌。肉，因为我喜欢吃肉。乍一看呢，我们率先进入20强的这10位选手啊，应该说是怪咖当道。比如说呢，摇滚派的宋伟啊，他其实长得特别像主持界的怪咖康康。再比如说呢，贾胜强，他犹如星爷般的怪咖嗓音一直萦绕在你我的脑海。再比如说华晨宇，原来他唱有歌词并且是中文歌词的歌曲，依然像来自外星的怪咖。嗯，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呢，以大师兄的比赛经验来看啊，怪咖当道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呢，这样大家就会拿他们之间做比较，这个竞争反而激烈。就好比说，你到底是喜欢火星人华晨宇呢，还是喜欢地球人小强呢？同为原创歌手，火星弟弟眼里的小强是这样的。超喜欢他。小强眼里的火星弟弟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唱法很独特，而且很有才，用键盘弹的还不错。关于华晨宇，生活中的他是这样的。我算很宅的那种，我可以不出门很久不出门。我没有住宿舍。我在外面住，我自己一个人住，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不喜欢跟人住一起。
他的室友说，差不多了，他有很多奇怪的习惯，这你得问他哦。什么奇怪的习惯你说一下。不能碰，报告最小，你下次问他，你问他，我出来就变成长舌妇了，不是。面对镜头，华晨宇是这样的。对，差距如此大的两个人，目前是快乐男生舞台上最受外界关注，甚至是评委们最热捧的选手。个性十足的他们会有碰撞出火花的机会吗？他可能不善表达吧，有可能他可能有不知道打听他的心思。哎，那可以可以。有什么方法？我去跟他交通啊，我交流，我不停地跟他讲话，从他的发型先聊起嘛。聊到他为什么要穿拖鞋。好，但是呢，一千五百六心中就一千的男神的标准，这不被誉为火星人的怪咖选手华晨宇也成为了网友们男神的候选人啦。关键就在于两年前啊，华晨宇的一段视频浮出了水面。这段视频呢，是华晨宇在武汉音乐学院2011年校歌赛上的表现。那怎么样呢？比起他在快男舞台上的神神叨叨的神曲弹唱，这样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有魅力呢？网友吴小白就称赞说啊，有梦的人总会发光的。网友 P 的小屁孩则表示，华晨宇唱的不错，弹的也不错，就是这口英语武汉味也太浓了吧。网友还有一个叫做 YYYY 直接就呼喊道，好吧，火星哥，你来做我的男神吧。我最喜欢就是老王。那其他人的身份是什么？其他人算算，我对其他人不熟啊。其实积极向上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你看著名的于正老师都向华晨宇邀歌了，不过火星弟弟好像对于于老师并不熟。哎，于正老师就拍工的那个，就拍工的那个编剧。我很少看电视。好吧，目前看来于老师要空欢喜一场咯。不过参加比赛这么久，习惯一个人的华晨宇生活最根本的变化在哪里呢？有肉吃啊，有肉吃。你以前没肉吃吗？有。我不用自己去买，这里有一个，这边安排好的。有人照顾，有人照顾。好吧，华晨宇，你真的和大家不是一个星球的人呢，还是回到地球吧。如果这十位经济男神中有一位是你支持的选手，如果你已经是他的忠实粉丝，看到这样的感谢信，是不是有些小鹿乱撞呢？还有一位来自火星的代表，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火星弟弟，他们就叫火星人了。